Michelle，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人世了，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。我写这封信是为了让你知道我离开你的原因，希望你读完这封信之后，可以在我们的感情上画上句号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场景吗？当时你扭到了脚，我帮了你，那是多么的巧合啊。你对我说谢谢的那一时刻真的好可爱啊，我想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也是从那天开始，我们经常见面，感情也就这样慢慢的升温。你知道吗？没有你的日子，我时时刻刻怀念着我们在一起的那些美好的时光。你之前说过，你喜欢我善良谦逊的态度。还有，你记得我们第一次出去约会吗？哎，我真的希望时光能够倒流，我也不耽误你太多的时间，免得你又嫌我啰嗦。去年我去我的例行检查时，我发现我得了癌症晚期，医生跟我说我剩下了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所以我希望我和你最后的回忆是美好的，而不是在悲伤中度过。我的日子也不多了，没办法继续爱你、宠你、照顾你，所以我决定用这样的方式离开。你别误会，我不是要故意避开你，我这么做也让我自己心里很难受。干嘛？你别再无理取闹了好不好？为什么无理取闹？你告诉我，你现在不是这样子吧？ Michelle， 勉强是没有幸福的，你可以别再妨碍我了吗？我勉强，我哪里勉强？你告诉我，你以前都不是这样的。我觉得我们不是一路上的人，从现在开始你别再找我了好不好？让我过我自己的生活好不好？无法忘掉你，在我的人生中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娶你为妻，可是我真的没办法做到。我希望在没有我的日子里，你能够找到一个爱你的人，幸福下去。